这一万年来，苏拉马尔就是我们唯一的世界。物换星移，艾泽拉斯情势转变，差点落入了燃烧军团的掌握。为了族人的未来，你一定要协助我们在艾泽拉斯重新立足。我们要大刀阔斧，赶快结识新的盟友，让这个世界知道夜翼精灵有多么高贵而强大。夜景呼唤着我，在这座城市最黑暗的时刻，艾泽拉斯的英雄与我们并肩作战，击退了燃烧军团。有些人并不情愿，但是辛多雷，也就是血精灵，对我们尊重与包容，他们证明了在艾泽拉斯有人了解我们的想法与信念。现在就是我们为部落展现力量、带来荣耀的时候了。去奥格玛吧，跟我们的盟友会合，一同打造全新的未来。你在艾泽拉斯行动的时候，记得把夜翼精灵的历史告诉你遇到的人，让大家知道我们不再与世隔绝了。夏多雷正在受苦，夏拉桑托拉。哦，好帮手不好找。哎，你好 ，Tavlath。我在听，
啊，年轻的英雄大驾光临啊！我听说你潜力无穷，希望你会证明这一点。夜翼是很有智慧又强大的一族，你们拥有的古老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达成目标。部落在这世界上有不少敌人，有的跟我们势不两立，有的不肯接纳我们，但我们只要团结，力量就会强大，谁都别想剥夺我们的自由。放心吧，我会留意你的进展。身为大酋长，我对你有很深的期待，劳苦功高的人我绝对不会亏待。客套话我就说到这里，英雄，你还需要证明自己。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都要记住，你是为部落而战。我们是苏拉马尔的捍卫者，夏多雷绝对不会再受到压迫。高灵永存。这段话不只提到大地与岩石，还讲述了我们族人的历史，说明我们如何携手解决冲突，渡过难关，对抗共同的敌人。时候到了，你应该走出这座圣山，踏上胡恩学兄以前走过的道路，为高灵这个名字带来荣耀。我必须为父亲报仇。我们要如何度过？长久以来，我们族人把破碎群岛当作家，对岛外的艾泽拉斯世界几乎一无所知。改变的时候到了，你今天要展开新的旅程。只要出了这座山，你就要代表我们发声。去奥格玛吧，跟我们的新盟友碰头，了解他们在乎什么，又为何而战。永远要忠于自己。如果有天你想家了，记得高岭永远都在这里等你。你是哪位？啊，年轻的英雄大驾光临啊！小心那些活着的家伙。我听说你潜力无穷，希望你会证明这一点。高岭牛头人兼具力量与勇气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会需要借助他们的能力。部落在这世界上有不少敌人，有的跟我们势不两立，有的不肯接纳我们，但我们只要团结，力量就会强大，谁都别想剥夺我们的自由。放心吧，我会留意你的进展。身为大酋长，我对你有很深的期待，劳苦功高的人我绝对不会亏待。客套话我就说到这里，英雄，你还需要证明自己。快点说。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都要记住，你是为部落而战。
我们不会惧怕黑暗。愿你的河流永不干涸。力量与荣耀，鲜血与雷霆，这些字字句句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。这支强盛的部族如今只剩下我们，我们没有受到腐化，我们英勇不屈，我们是马格哈。有话快说，我赶着去打胜仗。我需要目标。我在听。年轻的英雄大驾光临啊，为了希望纳斯的胜利，希望你会证明这一点。部落在这世界上有不少敌人，有的跟我们势不两立，有的不肯接纳我们，但我们只要团结，力量就会强大，谁都别想剥夺我们的自由。放心吧，我会留意你的进展。身为大酋长，我对你有很深的期待，劳苦功高的人我绝对不会亏待。客套话我就说到这里，英雄，你还需要证明自己。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都要记住，你是为部落而战。太远了。什么事？我在听。